再铺一格，这样月台就可以高一格。好啦好啦，高一格就高一格啦，高一格就高一格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这边高一格啦，把这原本的挖掉啦。挖掉挖掉，这也不需要了，铺错了啊，铺错了，铺错真是辛苦，铺错就要重新拆掉。喂，哎，我们全手工哎，全手工制造哎，哦，还生存制造嘞，这根本就是神经病嘛！哦，只有神经病才会做这种东西哦，神经病如秋风也就会做这种怪怪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正常人哪会在这边盖一个这么大的车站，而且还在生存模式？真是头脑烧去才在做这件事情，头脑烧去有没有？好啦，我头脑烧去了啦，继续做好不好？头脑烧去的秋风，继续的做啊，纯手工欸，我的工钱都不止好不好？工钱收那个门票只是差不多而已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盖到这里。喂，这里有一个铁路平台。咦，这里放下我的锯木头。什么自己代表？什么自己代表？哦，那个发车时间不会准时啊，没有发车时间表，所以不会准时。我本来很想铺黄线呢，让大家不要轻易跨越柜台月台，可是我没有这种东西，那是什么？我弄不出来啊！如果有黄线，有黄色羊毛，有钻石砖，不是、黄金砖，我就在这边铺一条黄金砖或是荧光石，可是我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铺不起，所以就只能这样了。月台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么可怜，有就该偷笑了，有就该偷笑了，不要再讲究了，好不好？有空的时候我去挖一点荧光石，把这里换成那个荧光石，这样就不会这样随便就跳下去。就不会有意外，好不好？不会有什么意外，不会怎么掉入月台间隙，救我！这样子啊，掉入月台间隙中，不会有这种事情。那我们要做一个简易的发车站，简易的发车站在这里放两颗石头，月台发车站。这里两颗石头，好了好了，这也就是南来北往啊、的发车站，还可以转向，有没有？在这边就可以转向啊、可以发车，以后再做其他不同方向的。哎，要去做按钮，然后就可以铺铁轨，开始铺铁轨了。我等一下拿一下玻璃和那个。玻璃和石头，我石头是不是又不够了？我石头还有，还可以盖，要玻璃，玻璃不太够嘞，怎么办？只有五片玻璃了，沙太少了，怎么办？没有材料了，对吼，我是要来做按钮的，有售票口。等一下啦，没有啦，目前不售票啦，目前还没有营运啦，好不好？先做一个按钮，一个按钮要两个石头。按钮这么高级哦、喔，这么难做哦、喔，两个石头，哎、欸，按钮一个石头就可以了、欸。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把它放进去，我有三个铁锭哎，为什么还一直带在身上？去把按钮放上去。嗯哼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们的车站啊，先讲求能发车，
再讲求效果，再讲求美观，是不是？先讲究能发车，我们要为了要能发车，喂，按钮放上去就可以发车了。这里，哦咻，哦，可以发车了，可以发车了，哦，铺上动力铁轨，铺错边了，铺错边了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我再去拿其他铁轨啦，顺便把身上一些垃圾放一放啦。背包好乱哦，对啊，我的背包就这么乱，一向这么乱，这就是个人特色。喂，走走走，你要干嘛？你要进门吗？我要拿铁轨，这个先收起来，不行，这个还是要带着。背包还好吧？背包也还好啊，没多乱啊，东西就这么多，能乱到哪里去？你有洁癖，有强迫症。有洁癖，有强迫症，才会觉得背包乱。哦，好了，我赶快再回去了。来了，我来了。房间也很乱，没有房间哪里乱？房间干净到什么都没有，哪里乱？什么都嫌乱。先点几根火把在这了，不然等一下就生怪了。好了，我要不要跳过去点火把啊？哦，跳不过去，抱歉，跳不过去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坐车，呦，就没了，要开始铺了啦，铺，哦铺，没有了，就是铺这么几颗就没了，要铺。月台下面黑黑的，没有啊，月台下面很亮，好不好？不清楚，不要乱讲话啊！不要误导我。下面超亮的，你们看，哪里黑黑的？我不晓得黑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黑黑的。好了好了，盖的把这里用完了。我铺完一组，到底要多少个啊？十个、18个，就要铺一个这个，铺一个铁轨。我记得在铁轨上不会生怪嘛，对不对？在铁轨上不生怪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是如此，我也不清楚。我把一根梁插在人家屋顶上，把一根梁插在人家屋顶上。我要盖一个红石火把啦，我要去拿一根红石火把。我把中间这一格挖掉。红石火把。黑黑的，黑黑黑，连到哪里？我不晓得连到哪里？我也不晓得呢。看能连到哪里嘛？红石火把有，我有红石火把，拿出来，放在这里。我先把这两个放收起来好了，目前用不到。等一下，不要乱放，不要乱放。放在工具栏里，不要乱放。呦呦，我要在这里插红石火把，苦力怕，总有一天会摔死。为什么会摔死？我要在这边插红石火把，然后上面这一格要改成那个。这样会摔死是不是？总有一天会摔死，不会啦。快摔死就吃嘛，吃了就会补血了。是在这里吗？这一格嘛，这一格要改成那个红石铁轨，红石铁轨嘞，用完了，没这么快吧？我才用几个，我才用一个我又把它收起来了。哦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真是麻烦，东西好东西都没带在身上，不懂插火把的意义，等一下你就懂啦。那边插红石火把，放加速铁轨，那边就可以加速了。你有放在这？我放在这哦，我不是放时钟进去哦，我本来是要放时钟和罗盘进去的，想不到放到红石铁轨。
莫名其妙。噔噔噔，梁祝，折返跑，对啊，我现在脚力惊人，那里还有苦力怕、欸，又是生苦力怕，又是生苦力怕，真是的，折返跑啊，我现在已经练折返跑练得不错了，铺在这里，这样就可以啊，跑到这边就可以加速继续跑，有没有？加速继续跑，那我们就继续垫吧。继续垫我的石头，哎咻，垫石头，石头，加油，红石砖，为什么要红石砖？有红石火把不是很好看吗？一定要用红石砖吗？用红石砖会比较好看吗？你不觉得红石火把很好看吗？你不觉得很有造型吗？一定要红石砖吗？不能用红石火把吗？还是你觉得那样子会垮，所以要我改成红石砖？这里要我改成红石砖哦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有人这么要求，我就改好不好？再开怪物趴，他那边本来就一直开怪物趴、啊。噔噔噔。喂。有人叫我改成红石砖，就改嘛，好不好？把红石火把还给你，红石砖就红石砖，红石砖，六个红石砖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用红石砖。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每次都要跳上去，在小屋的屋顶上。在这边放红石砖，这样就有了嘛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吗？反正还要再上去嘛。红石砖太浪费红石了。为了美观，钻石砖又不能用充能，没有亮啊！没有亮不会亮啦！啊，不会亮啦！不会亮啊！所以红石砖一定要放在这里耶，那我为什么要用红石砖？不要啦！啊，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，我不要用红石砖了。红石砖一定要放在这上面这一格耶，这样就不好看了。我不要用红石砖了，我被你们骗了，我被红石砖骗了，被骗了，被骗了，又要折返跑了，把红石砖放回去。我就只想放那一格啊，其他格我不想放。放那一格红石砖竟然没有用，那就没有用了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我要红石火把，直接把那一格换成就换成红石砖就不好看啊，我觉得不好看，长得很像红西瓜是不是？喂，来到这里等着我摔死，不可能啦，你放心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来了。他来了，哦，呜呼，哎呦呦，我的铁路，铁路不要炸烂了，不重要了，等一下再补，还是红石火把啦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就有梁柱的感觉，咻，吸回来，想不到苦力怕来炸我的家了，哦，这里还要再补这个不好补。来补，补在这里，这里也要补一颗，补补补，补楼梯。其实苦力怕来炸，我也不会死啊，哪有这么容易死？浪费时间而已嘛，我是没太大影响啦，就补回去而已嘛。挖完了。好了，上去看看，这里还有一点要补。苦力怕来抗议，我不知道抗议什么，他一定觉得没有参与感，所以不爽。我没有参与感，不爽啊！补回去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